大概懂你的意思了。好了，订阅老头开始传播了，快点增加我的订阅者，谢谢。好，多了一个，哇，30个订阅，谢谢，4个订阅。从蚊子开始嘛，一样，偏执狂到时候别点了。加速一下好了，太慢了。斑斓，再一次，我觉得我今天一定要赢一场，不然我很不爽。已经成功进化订阅老头了，有点好笑。成功啦！哇，订阅老头感染了百个人，哇，谢谢260个订阅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。来继续飞蚊传播，我们来一个空气好了。刚刚各位早，数千人了，哇，我的订阅数在上升了，好开心哦！玩细菌最重要，不要有严重性，要存点数来点症状。没关系，我等一下试试看刚刚那位大大所提示的方法。就是呢，症状那一方面先不要出现，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。哇，订阅老头传播了这个东南亚地区了，太开心了！原来我的知名度已经达到东南亚了，谢谢。我的订阅老头超越了肺结核，这感觉值得高兴吗？该值得开心吗？你要退订了，拜托不要，我会难过。咳嗽症状发生异变，来来来，咳嗽症状退掉，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。我们要潜伏，我们要当个潜伏性病毒啊！我们连偏执都不要点，连偏执都不点，就是要无声无息的。无声无息，哇！订阅老头穿越更多国家了，哎，好屌哦！30几了，我们继续先传播。这种鸟类传播也不错吧？各项发展，我们现在是订阅老头的恐怖组织啊！要生抗药吗？真的吗？怎么朝鲜使用火箭？关我屁事啊！为什么他会爆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啊？各种突变欸，抗药性哦，抗药能力哦，生一个好了。又开始爆发了，咳嗽症状。所以说，我们只要在它这发生之前赶快退化，然后再按 OK， 就不会被发现了吧？刚刚第一次好像是错误示范的样子。大家很担心鸟类受感染，哇！他们发现鸟类会传染我觉得鸟类是不是错误的行为啊？我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鸟类也不行做传染吗？可是刚开始只做水源跟空气就好了。感染的地方好多哦！哇，东南亚总共2亿6千多万的订阅者，超屌的！英国发起脱欧公投，脱欧了！来，水源。啊，寒冷国家气温将变得更低哦。那我们是时候也开始要那个啦，啊，开始点抗性了，不然的话滋生的太慢了。这个点一下好了，然后抗性点一下，冰冷抗性，我热的抗性也点一下好了。如果被发现，
就只是因为疾病是吗？你看，出现了症状了，症状取消掉。OK， 没有这个症状，您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们先让他遍布全世界再说，这次应该可以轻轻松松解决到他们吧。罗生门，杀病毒，恶心症状，来，不要太早出来哈。现在能先存点数了，对啊，正在存92个。现在这个传染力应该 OK 啦，我只要把抗性点一点，让他们延伸到北极，啊，不要说北极啊，寒冷地区啊，这些寒冷的地区。先让他直接可以存活，传染的速度应该非常的快速啊，是不是？你看传到这边了，这边本来太冷，然后都病毒过不去，现在都过去了。失眠症的症状，对话，老头订阅老头会失眠，不要点数不够，您需要订阅老头。啊，来杀死感染者，暂时先不要，他已经全球了吗？请你告诉我是全球了，哎，真的，全球受感染了，健康数量还有2300万，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开始来储存我们的 DNA。世界上已经没有人健康了，太好了，这速度实在太快了。好了，那不会再跳东西了吗？哎呦呦，多存一点，多存一点。他们现在都没有人在研发病毒，欸，根本没人在研发病毒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觉得这没什么，他们就 照他们自己被感染的方式继续感染下去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潜伏在全人类的体内当中了。好，他们现在还是觉得说，没什么啊，就突然觉得，获得了个性，有没有？可以使出 One for All， 有没有？觉得都很厉害。殊不知，待会呢，我要来爆发一场大浩劫，大浩劫。好，严重暴风雨，跟我屁事哦！没有点数可以点了吗？恶心症状，订阅数有71亿，哇，我比 PewDiePie 还要强，超强的，中了订阅老头病。不能，你们不能去看医生，绝对不行！报复社会，真的，我要报复社会了，因为大家都不订阅，我好难过。哎，为什么这样还有人死亡啊？这症状不是就很正常吗？为什么还有人死亡？啊，就中毒了，就受感染了，但是并不会有任何症状，这样也会有人死亡？不懂哎，这是干嘛的？保护自己不受到任何环境影响，这个需要点吗？不知道。会不会因为没有症状，所以不知得到病？他们就是不知道他们得病啊！他们目前全球的人都感染了病毒，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自己已经病毒被潜伏在体内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现在觉得好像还活生真的很正常，等一下就是全部人就会暴走。好，天灾会死人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我们这样 DNA 66点有没有办法一次秒杀他们全部啊？有办法吗？所以说现在来退传染是吧？好，都退。我们来试试看，瘟疫也退，老鼠也退。好了，我们现在80点了。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弄起呢？贫血症好不好？感觉不够点欸，好像真的还蛮不够的样子欸。没关系，剩下3点了，试试看有没有死掉。令人担忧心疾病，他们现在才发现，然后来不及了。我靠，应该全球死亡的数量一次爆49000，哈哈哈。
爆出一个死亡案例了啊 ！Oh my god！ 全部人暴毙！哇，他们来不及做解药，干太好笑！可是解药速度好快啊，干超快的，可他们做解药速度超快的，完了，我要来不及点解药了。十八、十九，中东地区开始崩溃。等一下，解药。我们要抑制一下这个解药啊！现在他们全部被感染了，我们连这个抗寒能力都可以不要了，抗寒可以退了吧？拿来点抗啊，精英强化，精英强化不够点。看，人类快灭亡了，25%，他来得及抵挡我的迅速暴走吗？来不及了啦！有没有人类全数灭亡了？哇哇，无政府状态耶！订阅老头陷入了无政府状态，大家一起订阅老头，大家一起陷入无政府呀！是不是啊？来不及找到解药啦！哇，是不是？来，抗药性全部点满，我们要赢得这一回合了，是不是？我抗药性又变强了。人类灭亡了 ，yes， 太爽了！啊，感染数量哦，我赢了！我靠，我获得了14亿的订阅，谢谢大家，我突然觉得人生圆满了。哦，还没，哦，世界概况还是继续扣，他们根本连药都来不及做啊，研发到30几%，你看我已经报复社会了，有没有愤世？有没有？怎样，林北就愤世啊？是不是他们全死了啊？我的病毒是最强大的，潜伏到人类的身体里面，再一次大爆发，有没有？订阅老头即将全面毁灭全人类，虽然人类已经尽了全力，但是订阅老头还是摧毁了全世界，仅存的幸存者意识到这个人类的历史的终结吧，啊，全部都输在订阅老头身上了，全盘皆输，还有什么话说？赢了，胜利！订阅老头成功灭绝所有生物，耶、yeah, ！我们赢了，我们获得了解锁新基因，基因片段已解锁，退化精英单人游戏。啊，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好靠北的游戏哦！干，这也可以靠背的吗？老头，你不是人。啊，你们，如果退订，或许还有的救，有没有？还不快退订一下？哎、欸，所以说我们可不可以玩别的啦？我们的这个还不能玩了、啊，为什么？啊，要在普通上面获得哦。欸，所以说我们是细菌，我们不是病毒欸。我刚一直以为我们是病毒欸。幻灭流星也死了。欸，原来我一直口误到现在啊、哦。病毒根本连解锁都没解锁啊。好，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细菌啊。欸，我们要用普通的方式成功玩一场胜利，才有办法解锁病毒欸。所以说我们用普通的方式再重蹈覆辙一次好了。我们这次要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们来开始插一下基因啊，退化基因，退化时可以额外获得点数，当然要啊，这种奖啊，那叫什么名字啊？退订老头，再不订阅啊，再不订阅试试看啊。没有啦，我要先解锁一些东西啦，慢慢来。猴子的部分我们可以之后嘛，好吧，不急。来，我们开放一下报名，要睡觉了，晚安。开放一下报名，要取什么名字？你们要取什么名字？还是叫退订老头？明天就知道会考成绩，好恐怖哦。没关系，加油，你行的。可以拍恐怖游戏吗？我今天出的那一部不就是恐怖游戏吗？瞬间高潮。好，
就叫瞬间高潮了。有人就说雷姆哦，变成老头，这个好笑，变成老头。我们呢看一下要去哪里哦？哪一个是落后国家？西非吗？印度？我们印度好了，我们在印度来潜伏一下。变成老头开始印度传播了，变成老头已经感染了第一个人类。由于它不稳定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要想办法存活。变成老头，变成老头的细菌超可怕的，连我都害怕了，好可怕！我不要变成老头，我不要变成老头，怕怕的。啊，我应该先学这个哎、欸。啊，现在还这个 DNA 点数变成4点了。变成老头开始传播，变身啊，太好了！我不要变老头，你会看到每个人都变老头子，好恐怖的病毒哦。不是，好恐怖的细菌，细菌啊，撑进去马上就要变成老头了，不要。印度多点虫比较好，我比较倾向于空气，空气跟水源应该比较快吧。我们先来水源再空气，这样感染的比较快，感染完再爆发。可以水源吗？不够，11点，要睡了，晚安。好了，我们可以空气传播了。我们再重蹈覆辙，再弄一次这个流程。啊，这个流程跑一跑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玩病毒了。不知道病毒强不强啊？然后都成为世界之最啊！死，要有长照政策，高龄化的世界，每一个人都高龄化了，连刚生出来的小孩也高龄化了。然后到结果一生出来，哎，奇怪，啊，你哪里叫老啊？然后那个小孩子变老了，也不会说话，那边哭给你看，变成老头，散布了巴基斯坦，耶、yeah, ，太好了，巴基斯坦，继续，哎，这是血液传播嘛？血液也弄一下好了，啊，贫血症，不要有症状，千万不要有任何症状。现在不适合，你们不适合被发现，要睡觉了，晚安。后面病毒越来越难，没关系啊，这样才有挑战性。可以的。哼，变成老头，现在感染更多国家了。奇怪啊，昨天看你还年轻貌美啊，奇怪，今天看你怎么老了，像七八十岁的阿伯啊，吓死人。完了，现在印度地区是高龄化社会了，没有人有工作能力，全部都失智老人了。先把大国飞机船，之后点水和空气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哎呦，超级大感染哎、欸！老头会引纷争，烧肉饭的诱惑，为什么会有烧肉饭？再感染多一点，现在是普通难度，因为我到时候要解锁病毒，林北要解锁病毒，然后来看一下病毒怎么玩。不要并发症，谢谢。我要你是个潜伏期的症状。好，我们已经超越感冒了。其实我觉得很神奇的是，大家都已经变老头了，为什么还没有惊觉呢？对不对？为什么欧元区彻底瓦解？
啊，是他们政府的问题啊。奇怪，照理来讲，变成老头了，他们应该会觉得很奇怪，开始研发解药才对啊。我女儿只是睡醒而已，隔天啊就变得跟老阿伯一样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吓死人了，吓死哦！全一度都在实况，全一度的实况组都在实况啊！等一下来取一个实况组好了，实况组细菌，全部人都是实况组，大家都在家坐在家里实况就好了。所有建设全部都没有在运作了，啊，没有人要做了。能力再晚点再用吧。血液传播，能力的话当然是这个了。这个药啊不够，再等一下好了。哇，这感染速度好恐怖哦！不变恶心症状取消掉。我靠，被按到进化八七，呵呵。点数不够，好，继续。要解锁病毒，难度要普通以上，真的假的？那我玩普通不算数吗？干，怎样？成功代替了国际亲吻日啊！老头有国际亲吻日啊、哦，这么丢，那我是不是浪费时间呢？要普通以上的难度，那我这个过完有什么东西可以解锁，我就不知道了。败血病哦。不要，败血病取消，继续，赶快感染这里啊！哎、欸，这个格林兰岛啊，快点，谁来去感染一下那个地方啊？不够点，普通算吗？啊，好吧。因为我刚刚是稍微瞄一下，他是讲普通以上啊，那应该是含普通吧，希望是如此，不然我觉得我就白解了。都有什么症状？别啊！啊，还不够，全部都寄宿在人类体内吧？病毒很难玩，他要尽快感染全世界，不然很快就被人发现。主要原因是他很会突变，真的吗？感觉很有挑战性啊，不错不错，比那个吸血鬼比起来，应该吸血鬼更难吧？那吸血鬼完全看没有在干嘛哎、欸，还要操控那个技术体走来走去，其实有点讨人厌啊。这时候还要稍微再研究一下，按包皮加速度。老头咳嗽了，不是我咳嗽啊，是这个游戏在咳嗽啊。实施新农牧那个新农村啊，触木奇木法。怎样？他们发现病毒了是不是？发现了感染能力了是不是？为什么我感觉感染的很慢啊？多出了肿瘤，囊肿。我说刚刚图片你没看，你没看到，真的假的？刚好图片吗？没有吧？我取消掉了。他们没发现吧？有了，感染到这边来了。要点水污染才能感染格兰林。没有吧？是因为这里太冷了，他们也过不去啊。病毒、细菌遇到细菌，只要碰到寒冷，他们感染速度也变慢嘛。而且我水源都点满了、欸，早就点满超久了啊，剩佳琪没有点而已啊。我的传染速度好恐怖哦，一堆红点。好怀念这游戏哦！哎、欸，好久不见了。对啊，十分需要策略。那个吸血鬼，我刚刚玩，刚刚以一个新手的姿态在玩，我完全一头雾水啊，瞬间错愕感超大。有没有看到这一堆红点啊？有没有像鲑鱼卵啊？肚子饿了，吃一下，吃一下。啊，为什么这边都不感染？因为我没有点这个。热度抗性吗？
快点，多给我一点 DNA 好不好？拜托。先点寒冷，超有用。70% 的人都变老头才发现，真的。手机哦，这个手机版，这最早以前是手机版，对啊。吸吸鬼，吸吸鬼是什么东西？轻鬼吧。哦，你现在在玩吸血鬼哦，不是吸血鬼，吸吸鬼是什么？出现了症状，把症状弄掉，不想被他们发现。有一次我把感染的人全部害死了，然后还是一堆人没有被感染。为什么还有这种症状啊？啊，美国米奇托港屁事啊！明天毕业啊，恭喜恭喜毕业了，恭喜你毕业啦！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点这个温度提升，这样应该会直接签到美国，真的。好，被感染的国家，我们看一下，全世界呢都被感染了。好，待会就等待一次爆发，让所有人死亡。哎，吉米，拜拜。僵尸病毒吗？还没，我觉得那很难，弄得太致命了，没点传染。那很快就被世界组织医学世界组织给解决掉了，那是一定的啊。你看我现在我的病毒传染力强，但是严重性跟致死性根本是几乎是没有，所以说他们都不鸟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完全不想鸟欸。全世界只剩格陵兰岛存活。可是我现在点数不够，其实我还蛮担心的。虽然全人类都被感染了，我还是必须等我 DNA 变多才行啊，不然的话我没有办法一次屠杀他们全部啊。欸，最主要的那个什么，要抗药性也是要够，抗药性不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那个你会看到他制作药，他制造那个抗药哦，非常的快速，搞不好来不及人类毁灭吧。这最难玩的是生化武器哦，是哦。现在给的点数太少了，不够。现在是全世界都被感染了吧，是吧？全世界快要被感染完毕了吧？密集恐惧症适合玩啊！我已经感染全世界的人了，可是 DNA 只有14点。我们把所有 DNA 全部感染这个全部退掉，应该是有办法吧？看一下健康数量哦，让他自己去消，继续消退，让他全部感染完毕。可以退点数啊，可以退，待会再退啦，等他全部感染完。暴风雨袭击，我靠，645人死亡。最后全部要老死了。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人类是健康的了。好了，健康数量是零了，大家都中标了。好，所以现在呢，我要把这些全部都退掉，全部换成我要的点数，这些传染病源全部都不要了。57点，这个也可以不要了。我觉得我这个至少点一下吧。好，点一个了。然后呢，开始从哪边开始呢？败血症。哦呦呀，这个死亡率有点恐怖啊！我这样有没有办法全部杀死他们啊？有办法吗？失眠症，试试看。好了，一堆人开始爆发死亡，正在扩散。哇，冰岛发生第一宗死亡案例，变成老头死亡。哇，
沙拉伯关闭边际，哇！限制出入境来控制变成老头传播的国家，证明有效也来不及了。抵抗解药已经做出来了，来不及了。下面冲突，哦，生命冲超快了，完蛋了！快点快快，我需要一点抗药性，给我抗药，给我抗药，快点！哇，杀伤力更强呢，变成老头已经消灭超过 1.2 亿人了，哇，超级大消灭！哇！变成老头已经杀死超过3亿人类了，啊！解药已经做25%了，干来不及了，要12点嘞、欸。我们把这个退掉，先点一下这个。撑一下，撑一下，有办法抵抗吗？干来不及抗衡，冲太快啦！我没有点数了，大哥，我要输了。拜托，你可以冲慢一点吗？拜托，冲慢一点！不要啦，50%了，啊，来不及啊，点数不够。我觉得我太心急了，我没有办法来得及赶得了这个速度。不要解药，走开！好，来来来，进化，进化，进化。这样子有办法吗？感是有慢一点的，但是他还在成长啊，大哥。No No， 不要，不要啊！这感觉没什么屁用。完了。对，点数弄不够，啊，差两点，差两点怎么办？差两点怎么办？No， 有25点，点这个，哇，居然降了，居然降了！有降了降了降了，快点快点，再给我多一点，不要挡住啊！你那个该死的好友玩什么游戏啊？完全看不到啦！哇，97%了，这要30点，不行退，绝对不能退，得退4点啊，够啊！这个就要30哎、欸！哇哇哇哇哇！救命！等一下，人类剩多少了？干干干杯呼！哇，这样算输了吧？哇，变成老头快被消灭了，干我输了啊！干！嘎，气死人了！烂游戏，气死了！我居然没有成功，啊，没有解锁哦。